玩了两周的时间了，也差不多到了体验结束的阶段了。这支影片发一发就会退游了。今天周五又进行了版本更新了，新手七天的活动部分到昨天为止是送装备哦。然后这一周的话开始送角色了，这位角色是不是开服那个时候要花钱的？现在好像是直接送给你了，钱也不用花了。每日登录好礼部分第七天一样是送随机的史诗英雄了，在氪金部分之后也都没有再氪了。那如果你现在才开始入坑玩的话，基本上连哈利这只角色你也不用氪，你用这只角色替代就行了，整体的战力也不会跟我差太多。目前惯用的英雄就是这三位啊，优先升满的还是狙击手。而在果实部分啊，橙色瓶子的我有雷射，也有烈焰堡垒，还有手里剑，所以主要的技能选择都以这三种为主啊。那这个的话，这只是填个好玩的。今天更新了果实图鉴，你曾经有抽过的啊，甚至有升级过的，都可以叠战力哦，大概多了五六千吧。而在宠物部分，上一档活动还是相当不错的，就是新庙乐园，它的转盘啊，我有抽到一个红宠自选箱，它有四位让你选一位，有无敌的，有冰冻的，还有回血的，而我选的就是爆发的。主要考量就是打不过的关卡，最根本的原因还是输出嘛，所以我还是选这位啊。而助战宠物的部分呢、啊？它是看星数的，星数越高啊，你可以吃得到总体的属性越多。这是我目前的装备，主要武器啊，一样是苍穹撕裂者 S 级的装备啊，目前有四件了。这个手套也是相当好用的，最主要是它可以直接秒杀血量低于 20% 的非首领敌人，所以在打大量敌人的时候啊，你在割草割得更彻底了。然后今天又更新了宝石系统，这边也是可以增加战力的。宝石的部分呢、啊，有专属副本可以打，一天就是两次。而副本其他的玩法，像可乐拾荒这一块啊，多了一个一键扫荡，我觉得是相当不错的哦。早上扫了两次，它的积分就已经到达快第三阶段了。其实你一个人守住在那边玩啊，积分也是差不多的啦。可乐你累积多一点，你再一口气用扫荡的方式哦，更简单直接了。极限挑战部分推到20章结束，今天还没开始打。由于我的总体战力啊多太多了，所以关卡一推就过，因为前面几关变得超简单了。等级部分来到34等了，你只要注意一点，就是只要你升级，你就是要把它点满了。同样的成长方式啊，就是每一天购买钞票就对了。而装备部分呢、啊，多了 SS 级装备箱可以抽 ，S 级装备自选箱，然后装备置换，我觉得这个是挺不错的啦。但是这个你一定要一个 SS 级的装备才有办法实现了、啊，要花钱或者是花3000钻都可以。S 级装备自选，你就一样选武器吧，加龙水炮啊，我们这边就能看得到了，看起来好像还不错，但是打 BOSS 我就不知道它那个漩涡的输出如何。像这种范围很大的，通常输出都会稍微弱一些、啊、而今天更新了新角色发明家，就是炮台射击啊，升满了以后又多了白色的超能机甲出来啊，看起来是相当不错的，而且射击的距离还算是很远。我基本上这个是给课长用的啊，一般无课或者是维课玩家的话，就只是玩高兴而已哦。今天开启了工会竞技，其实它进行战斗的画面就跟竞技场的画面是一样的，排名越高啊，你拿的奖励就会越好。上一轮跟这一轮敌人其实是不强的，目前主线关卡26，战力34，工会战力的话升到第三了。这款游戏氪金的比重应该是不高，那创个工会也能到第三名，我也醉了。而装扮部分啊，当你通关第30关了以后，就会多了这个造型哦。在这个地方嘛，新手礼包要花到490才会是送这一位角色，我当时就是氪33块嘛，然后170的话就是送装扮。那我们来做个总结吧，其实这款游戏还算是很不错玩的、哦、所以才有办法玩到两个礼拜，因为一般来讲我游戏都玩个几天就差不多会退了。而我本身的成长方式也来分享一下吧，我的钻石啊大部分都会花在把体力全部买光啊，然后快速巡逻你要全部点掉，这个前提是你至少要买一个去广告体验才会比较好，剩下的你都可以不用氪，那是无所谓的。那你有多的体力，你就去刷前五关左右的关卡，把体力挂着让它自动耗光就行了。当你不断升级的时候，你一定要在钞票商店把所有钞票买完，你才有足够钞票去升你的基因了。最容易判断的一点就是你的等级要跟你的基因是同步的，无论你升到几等，当前的等级下你的基因就是要点满了，也就是说明天我升到35等的话，我的基因也是一口气点到35等满了，剩下钻石你可以留起来，等到未来官方会送你 S 级的装备啊，你就可以拿来做置换，剩下地方钻石能不花就不要花。那角色部分不太建议去氪钱了，看每日登录活动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啦，反正你不花到最后他也是会送你，如果你玩得过久，搞不好 SS 级的武器啊角色啊也是一样会送给你的。小队的装备优先提升，小部分除非你很确定三位英雄你每一场战斗的技能都有把它升满，你再去升英雄，不然就做少量提升就好了。然后打竞技场的时候啊，你要记得除非你战力赢太多，不然你尽可能不要直接跳过，因为很容易就输了。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还是得手动点才行了，确保万无一失啊。这一场基本上是赢定的，如果你有手动操作的话，但是如果你是跳过的话，它是有几率是打输的。最后就祝各位玩得愉快吧，本次影片到这里，大家拜拜。
和你们并肩作战，是。我们的配合会非常。Bye.